形势，尽心竭力呀。单兄啊，我也只能说是尽力为之吧。多谢，我替我那些弟兄们感激安兄仗义，出手相助，告辞了。大胆窃贼，还不受死！好不知羞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追着几个小孩子打，胆敢阻拦锦衣卫办案，不想送死就快快闪开。哼，别拿锦衣卫吓唬我，要我闪开得问问我这锁镖答不答应。